我们发现台长呢着装基本上都是黄色和白色的衬衣哦、啊、然后台长的博客也是黄色的、啊、我们就想请问一下黄色具体是代表什么？它黄色就是代表金光哦，黄色就是金光闪闪哦，黄色的东西就是引人注目，你看看红绿灯当中这个黄灯就叫你注意了哦，明白了吗？那它是不是也说明如果用在佛法上面代表一种庄严，庄严、哦、庄严佛净土，黄色的东西非常庄严的哦。那是不是随任何人都可以用这种黄色、啊、对，你至少说家里可以用，你就算图腾是比方说偏暗的话，你用黄色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的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、嗯、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那蓝色是属阴的啊。蓝色就比较麻烦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除了财长教我们的银色不要用之外，我们平常还有什么颜色需要注意少用啊？一般的红色要当心。哦，红色。啊，红色要当心，红色不能乱用。在什么地方不能乱用呢？比方说你经常很多人就知道啊、哦、犯太岁，哎呀，我来用红色吧。啊，穿点红色。实际上，如果你这个犯太岁，如果比方说你是孽障到了，你就算用红色的话，你也挡不住的。反而有时候你更显眼，你听得懂吗？好。因为在地府那些人呢，他要找你的话，抓你的话，他一看见你红的更显眼。你看为什么红灯啊？红灯是最显眼的。哦，明白。明白了吗？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，你穿红的越穿越好。哦、oh, ，一个坏人的话，倒霉的人，你一穿红的又被人家盯住打。嗯，你看看，凡是一个人被人家已经盯住了，比方说被警察盯住了，你肯定是穿的普通的颜色的吧？你不会就穿的大红大绿出来的吧？你一醒目的话，警察说，哎，就这个人。请问师傅，就是家里的门，我们一般用什么颜色比较好？比如说大门和卧室的门，这种。都要亮一点的，不要太暗，暗了不好了。哦，亮色的对吧？好的，啊、亮色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奶黄色的、奶白色都可以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是以前听您的录音啊、嗯，就是有人说那个蓝色的墙不是很好。嗯。我现在家里很多墙是刷的蓝色、绿色的，就是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蓝色是怎么个不好法。哦，蓝色不好，蓝色冒阴光，阴气重。你去看看澳大利亚警察，你看香港的警察，还有那个英联邦国家那些警察，全部用蓝色光的，蓝色属于阴光，明白了吗？看了都让人家发怵的，嗯。啊，那个。听懂了吗？蓝色不是特别深的，可以也不知道。也不好。也不好、啊。哎，这个钱不能省了，去把它弄掉。嗯。家里弄的蓝色的不好的，嗯。啊。听不懂啊？我不清楚，因为我是那次听您的录音，我就说他有一个人为了说蓝色的墙不好，我当然了，我就问你听不懂啊，你当然都弄掉了，你不弄掉的话不行了呀。啊，嗯，台长说他这个那个洗手间呢，就不要用蓝色的是吧？蓝色的瓷砖，那台长开示一下，如果是厨房和洗手间，最好用什么颜色呀？白色呀。就全部用白色呀？啊。哦。用带颜色的，就比如说黄色那种就不好了。稍微淡一点的颜色没有关系的。哦，就不要用蓝色就好。不可以的，深色都不好的。你去看你个卫生间里，你全部用瓷砖用深色的，你看什么样？你简直跑到魔窟里来了。哦。听得懂吗？哦、你有时候到饭店里去吃饭、哦，人家卫生间里边全是黑的，你跑进去什么感觉啊？哦。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平常用的钱包啊，是不是用红色的会漏财啊？不太好。用红色的话呢，应该呢不会漏财，就是钱呢放在里边呢，反而呢隔绝，反而很好，因为红的东西是绝缘体。你看看红灯一来，不就叫你停车了吗？哦。明白了，就是甚至我们这边民间有这种说法，说红色钱包漏财，那说明这个是迷信。哎，很多东西都是村庄里一个长老传出来的，大家都说了，这下时间传出来的就是，你想一想嘛，自然界里的东西你就知道了嘛。
你全世界的红、嗯、全世界的马路上的红绿灯不就是红灯叫停吗？红灯为什么小房子叫你们用那个红布包啊？因为红布是绝缘体啊，听得懂吗？不受、啊、听懂了，不受外界困扰，因为红布、嗯、小房子放在里面就是人家不会拿走嘛，听得懂吗？就是钱放在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、嗯、对啊，人家就不能弄走了呀。嗯嗯，我们听师傅的。那还有是如果是大包包也是一样的，也是用红色的比较好是吧？大包包嘛就比较显眼了，大包包嘛、哦、年纪轻的人嘛背比较好，年纪大一点的话、嗯、当然你学佛了，比方说你是红口袋也问题不大，对不对啊？穿红衣服的人很精神、嗯、因为穿红的人呢、嗯、实际上呢他这种绝缘体是一种能量体，你明白了吗？嗯，所以明白。红色的东西呢它是一种能量，也是一种绝缘体，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比较能够容易呢让你做一些事情呢，比方说一往无前。上次就是您说山水画不要裱那个镜框，还有一次您说那个金色也是属阴的，那现在同修问我们菩萨相框用金色的裱可不可以，是不是需要换成白色这种啊？金色并不是完全属阴的，金色要看好几种色的。哦，就是金，哦，你看看菩萨的金黄色就是属阳的、哦、金色还有一种阴色，阴颜色比较阴的，你看黄金啊，为什么它的颜色是黄金，是带个黄字的，黄金、嗯、黄金色是属阳的啊，但是指的是什么呢？金子是属阴的，但是颜色金的颜色是属阳的。好啦，还听不懂啊、哦、啊哦，明白。你去问，你就记住了，任何一个东西你摸上去它是凉的，基本上都是属阴的。嗯、哦、我举个简单例子、嗯、死人你摸上去是不是凉的啦？是的。你活人摸上去是不是热的啦？这还不懂啊，傻姑娘。懂了，师傅。嗯嗯，谢谢师傅。开始，嗯，师傅。反正就是，因为老家就是在我老家的那个哥哥在建房子，就是刷那个墙壁有要刷什么颜色呢？就黄色还是红色比较好呀？当然黄色了，红色了。你们家开红灯啊？全是阻碍。哦，黄色是吧？红色不能乱用的。嗯嗯嗯，明白了吗？红色很多时候它代表着一种。啊，就是热情啊，代表着一种啊血脉膨胀，代表着一种人的啊一种精神领域当中的一种啊我们说一种提升啊，但是呢正因为这些的啊提升才会阻碍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红灯为就是代表啊把你停掉阻碍你，比方说不能让车开过来了它就红灯，对不对啊？嗯嗯嗯。你当然黄也不要很黄的，家里面就奶黄色嘛就好了。哦，奶黄色是吧？奶黄色都太深了，淡奶黄、嗯、很淡的那种。嗯，好好，谢谢师傅。开始刷室内刷墙嘛，就是我们居室里面刷墙，颜色就是淡的奶黄颜色。对。看有些就是小青年比较喜欢哦，很亮这种颜色是。家里的墙面刷的就是蓝的、黄的、红的这种东西，有是可以这样吗？就是有些黄都可以，漂亮的就淡一点可以吧？淡一点都可以，都可以的。嗯，有区分那种什么一定要暖色调或者冷色调吗？对对对，暖色调比较好。嗯啊，好吧，不要花花绿绿的，花花绿绿不好。嗯啊。还是以暖色调为主，淡白色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有那个同修，他就是说家里面的那个床单啊，全部都是纯白色的，啊、这样好吗，师傅？家里的床单全部纯白色的话，不是太好，像医院，听懂吗？被单啊什么的。啊，像医院，这怎么行啊？